车带上去。甚至如果说你觉得我一直用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心情很不好，我会再加一点黄。好，对，让它可以加一点黄，就加一点黄就好了。它自然而然就会很多变化了啊。买东西要你回去煮了。哦，这个花就可以顺便描出来了啊。这这边我来，感觉也是向这边的，我感觉伊爱向这边的，那个微笑。没关系，我们到时候这边再修，花瓣再修大一点，这边修小一点，对啊。也看咱。那你现在要放这边吗？先放这边。好了，看，哎呀，白，反正到你准备点那么一阵，你看你对不对吧？没点那么。对啊，那你就陆续的，现在你都不装框是吗？到时候应该要装吧。对啊，要装。没有装的没关系哦，不一定要装哦。对。边边要涂黑色就好了。休息。光线最亮的地方在哪里？我们的这个黄色就多一点。这边的光线就是右边，对，那我们的光线就要多一点，那个黄色就要偏多。你看这样子的色块去做哈，有时候做到最后会变成什么？有时候做到最后，你有时候感觉有一些部分会很像抽象的。好吧，好，就是用这种色块去做而已。你刚好也是一个苹果绿，我说没有，还没，苹果绿很难干。因为它，它饱和度呢够，然后它里面的白色多。所以它的干的速度会比较慢。哦，你看它有偏亮的啊。上个礼拜洗的那个爱心里面那个苹果绿型用这个。就干的很慢，就干的比较慢，因为它里面有白色啊。你要多大多我先把它盖掉，包括后面的背景，都盖，好，我把它盖掉。我们看。这个油你就放着用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都没有啊、哦，来 ，OK， 这个油跟板子跟那个，现在拢都互你管着对啊。你要洗什么颜色？你现在洗啊！光
黄色，哎，黄色、绿色、白色、蓝色，哎。